經濟日報今日推介華潤啤酒291㗎，揀選原因係內地九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按年增長4.4%，高過市場預期嘅3.3%。咁其中飲料類按年就增長10%嘅，好過整體嘅零售表現。市場認為啤酒行業開啟高端化轉型升級，將會推動龍頭企業開啟提價㗎。咁啤酒股就係首選華潤啤酒㗎。華潤啤酒近年積極推進高檔化的戰略，管理層早前就透露目標今年高端業務的銷量按年有30%的高增長，因此市場預期華潤啤酒今年的盈利保持高增長。彭博綜合預測華潤啤酒2021年度盈利就是預期就會有接近46億元人民幣，按年增長達到 1.2 倍。股价走势上，华润啤酒琴日以大成交配合向上突破中期的下降轨，收市就报62.45元，升了6%。策略上，投资者可以在60元附近收集，目标是提78元的，不过失守55元就要止蚀了。